大家好，我是斯麦欧。你好，这是我的下半身。放下来啊，开始啦，走啦，可以去开门的啦。都到了没啊？哎，走啦。你开门，你先开，你先开。进去啊！跳什么啦？妈的，每次都要跟不要不要，先不要上去，等一下看一下。有一个尸体。先看一下别的地方啊，这里啊。先开门，你就好好站着开行不行啊？这有密码吗？两面墙都有密码、欸，这是要怎么打？这怎么按？我不会解谜。我也不会、啊，这怎么按啊？它上面也没有数字，也没有什么的，这怎么按、啊？什么鬼啊？我们往另外一边走啊！这边有字。等一下哦，他已经满了，他失败了，不要怪我。走啊，进去啊！他说他失败了，不要怪我。什么东西？死 ，die，smile die。往前走啦！你干嘛一直回头？不要有门就开好不好？你想死吗？真的会 die 呢？带，他说这面墙上有眼睛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你去点那面墙看看，没有东西哦。这边封起来的。他说你快逃跑！如果你看见他的话，他饿了，可以开，要进去吗？进去一下。换你进去，换你进去。好啊。我是男人，没有在怕。真男人有担当。靠北什么小啊？胆小啊！走进去，突然就一个黑影压过来，然后全部被撸死了。敢重来？什么鬼啊？我搞不懂那个陷阱的意义。讲啊！再来一次。那个又不可怕，就黑的而已啊。这里啊，这一条了，该你走前面了。门不要一直开啊，你开门之前能不能提醒一下？进去啊，进去。什么？他说我好饿，所以我要吃了它。我还是很饿。没东西啊。Happy，Happy，I am happy die。无意义的文字。走、啊，去对面那间，你进去对面这间，进去。开不开啊？什么三条？黑的东西不知道。这间，进去啊。坐上去会怎样？不知道。不要去关门。没事啊。我血一直在撩啦，别气哦。你撩血，你不知道哦、喔？我还走上去也撩了40滴耶。走啊！这里有个墙壁吗？打开看看，打不开，打不开。Do not bother him， 不要打扰他。谁啊？去啊！那是你兄弟是不是啊？走啊，进来，怕什么？进来啊！啊靠！干！不要打扰他，一接近他，他就马上转头过来。把我们全部刚死，这是一个死亡陷阱屋。分享，让我再去探索一下，那边还有好多房间没有探索过。门开了、欸，是什么？马达。那好像还有第二道门呢、欸。吵死了。所以说我们要一直往前走，然后走到某个点，门就会打开，这样的意思。走啊，再去刚刚那间房间。只剩最后一间了。等一下啦，进去看看，他还在不在啊？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他被你吓走了。进去啊，
进去啊！一直叫别人进去，超爽的。这边有密道啦，我随便一打就找到了。那边白白的墙非常明显，一打就爆了。哎、这是要把人关进去是不是？怎么关的？啊，进去啊！进去啊！好了 ，A 进去了，这次 A 进去了 ，A 都没有进去过。等他开门，等一下，进去。A 拜拜。很小，被柱子插死，这个牺牲有什么意义啊？没有得到什么道具之类的啊，白白牺牲啊。走这里看看。哇，这里看起来好像地层啊。对，那边他说按下他，走啊，按了，好啊，怎样？在哪里？旁边还有楼梯哎，这个箱子说不定有钥匙还是什么、啊，是不是？这个陷阱会不会有点蠢啊？我们应该不会死在这里吧？而且到底是他妈谁按的啊？可以让他停下来吗？不要拿重力枪啊！听不懂哦。哎，不见了，耶！存活了。好简单哦。超嫩的啦，这个。哎 ，Smile 每次玩游戏都不遵守规则，哎，超讨厌的，下次不跟他玩了。我只是不小心拿出来。不跟你玩了 ，Smile。不小心拿出来。死 Smile。阿小，哎、喂，救命啊！墙壁压下来了啦，哎、我要死，我要带着婴儿一起死，救命！啊、白痴陷阱，而且那边我们不是走过了吗？等一下啊，我来看这个门啊，还没开。这边，哎、这是我们上来的地方吗？这里会不会是第二开了没啊？第二道门没开啊？还没开，还有个地方没跳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这个密码门啊，该死了！等一下，我们先下去这边啊。那个密码门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这什么烂地方啊？这就只是一个洞而已啊。好了，我来帮你们解密码啦。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啊！哇，这密码看起来好难啊，靠我了，集中念力，芝麻开门。靠北，卡住我了啦！白痴哦、喔！打箱子打一打看看，箱子打一打看看。看有没有密道啊？没有吗？哎、欸，门开了，门里面有一个黑影啊！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走，那个门是打爆的。机器没有东西，这可以开吗？有怪物在你旁边啦！白痴哦！对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看见怪物怎么不打的啊？按一下。哎、欸，我按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也没有啊？哎、欸，像啦，卡住了啦。这门开了，门开了。好啦 ，Smile 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可以直接飞过去啊？你是作弊了是不是啊？你再回来一次，再回来一次。哎、欸，教我怎么用的、啊？我要流血要死！怎么用的、啊？怎么可以飞这么远啊？你开挂、喔！妈的，开外挂的家伙！啊！你的笨蛋！怎么用啊？我不会用。哦，按住 Shift 可以冲刺啦！妈的，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是不是？你的笨蛋！该按住 Shift 而已，你不会讲一下哦、喔？
就是有这种人啊，干那么简单的东西不会讲一下？走前面啊！哇！报应！报应！我就说嘛，爽吗？爽吗？报应！妈的，现世报超爽！找一下这边啊，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走。哎，仙姐，白痴哦！这么明显一条线，你就直接走过去，智障哦 ，smile， 有线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喂，我会了啦，换铁锹啦，这我走前面啊，看到没？再不要再不要再踩到了，这个跳过去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跳过去。哦，哦，然后怎么没路啊？怎么没有路啊？我们来这边干嘛？什么鬼啊？那边一个洞。哪里啊？往左边走。好、哦。走啊，前面有个门嘛，就是机器。等一下，我是门，就在你与我之间。什么东西？你妈直接乱按啊！在干嘛？之前的机器也是要按，是不是啊？按下去啊！哎、欸，回来了、欸，哎，回来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开啊？那是不能开的那扇门。你在哪里啊？我把机器又开下去。那，我们来的地方还有一台啊，回去看看。好像是在这里。哦，有了。哎、欸，还少一台吗？是吗？开门。我们不是把全部都开了吗？没有吗？哎、欸，后面的门开了啦！来啦来啦，后面门开了。进去啊！进去啊！怎么样？走前面，冲啊 ！End is near。他说终结就在我们前面了，前面就是我们的终点。进去啊！换一个人，换一个人。惊小、哦，你先进啊！我们都走很多次了，你先进啊！哎、欸，我走比你们多次、欸。你很怕哎、欸？有两条。这里啊。进去看看，没有东西、欸，是什么？这是，嗯，哦，地上这个绿色这个板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像还要找到三个来放这样子啊，像是开启一个门这样子。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啊，蛮简单的嘛，就嘟上去嘛，耶，两个了，走吧，找一下。干谁啦？妈的！怕什么？你开门就进去，你还退后什么？惊死哦！哎、欸，这边有密道，这边有密道啦 ！Smile， 来啦，开密道啦 ！Smile， 这边呐、啊！你是瞎子哦！有怪物在你脸前面冲出来，你怎么完全没反应啊？你是瞎了哦、喔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按 Shift， 要不然你都看不到东西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讨厌跟小孩子一起玩，乱冲乱撞的，妈的没规矩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片，捡去装啊，自己捡去装。这边没有了，几片啊？两片，你刚不是说那边有一片拿回来装啊？只有一片啊？哎、欸，没有路了、欸。没有路了、啊？什么鬼啊？
我妈再倒一片。The torture room， 这个是折磨房间，酷刑房。走啊，进来啊。Lesson， 生命的课程，生与死的课程。不要破坏东西啦！你们怎么那么暴力呀、啊？过不去了。报名，我是报名。不要打了，好不好？看一下。我开门的时候它是停住的，然后过一会它飞出来，飞在 Smile 脸上。走啊，拿回去擦，擦擦了。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那边是那扇门是我们来的门吗？哦，鸡巴！好、哦，成功了。哪里啊？应该有一扇门开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是哪扇门呢、欸。不是这里，找一下啊。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进去看看。The End， 制作地图人叫做 Hanu Kovala， 过关了吗？奇怪，地图的结局怎么都没什么刺激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拿个重力枪，我把这个墙壁移开看看，看你后面有没有东西啊？这有东西吗？过不去、欸，过不去，这就是终点了啊！结束了、啊、，over 了，可以说拜拜了。其实 GMO 的恐怖地图很多，但都是一些有小品，就是说一段短短的旅程这样子。当然也有很多那种尖叫的啊，跳出来吓人的、啊、一大堆。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，也开2个多小时了，差不多了。